你转过来的时候有看到机车吗？我只有看到前面一台而已，前面一台过了，但后面那一台我没真的没看到。哼，后面那一台就直接冲撞到我当时下来。你知道这边是可以左转吗？我知道这边不能左转。哼，啊，但是我想说这么晚了、啊，应该没什么，而且又红灯。哼，我想说应该不会有车子冲过来，啊，结果没想到有车，然后我就停了。啊，但是我暂时不要过来，又有一台冲过来，就来不及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灯号是红灯。